今年头三季，环保署路边监测站记录到的空气污染指数平均九成时间都达到偏高至甚高水平，六十几万部汽车排出的废气是路边空气污染的源头。政府为了减轻空气污染，不断推出措施，好似强制使用低硫柴油、引进石油气的士小巴、推动电动车，环保政策层出不穷。不过天空依然少见蓝天，行人想吸一口新鲜空气好难。在香港这个环境下，你又要讲环保，你又要讲 range， 又要讲耗油量，油渣车是最环保。即是现在欧洲就用油渣车。我由2000年开始留意油渣车，欧洲2000年那时候是三成油渣车，2001就四成。马大立做了汽车维修四分之一世纪，本身是车迷，对各种汽车引擎了如指掌。他说自己最喜欢用的始终都是柴油车。在80年代，油渣车的 2000cc 涡轮增压的马力不如一架 1500cc 的电油，但现在可以做到的科技就是 2000cc 的油渣推步马力已经大过一架 3000cc 的电油车了。一架电油车同样行100公里，它要用的油是10升，油渣车可能用7升，那已经环保了，是吧？香港的私家车目前以汽油车居多，但是马大立因为喜欢柴油车，所以几年前特地在欧洲买了一架柴油车回来。一架很好的私家车改了，变了一架不能不累的赛车，叫货车，我们叫香港叫货车。运输署规定，新登记柴油私家车排放要同汽油车睇齐，比欧洲标准严谨好多，所以佢只好改装架车，用货车类别登记先至可以出到牌。佢唔明呢架车喺欧洲通行无阻，点解嚟到香港出牌就要跟足汽油车嘅标准？欧洲啊，汽车生产国家，佢就用油渣车，但香港政府就系极力反对用油渣车。我入了油渣500元，是真的500元油渣，没有 duty 的。调转你的私家车拿张单500元，你会看到240元是个 duty。过往柴油车产生过多的废气，造成空气污染，柴油私家车很难才出到牌。不过随着引擎技术不断进步，柴油私家车的排放今日明显有改善。碳排放在柴油车来讲是比起汽油车和石油汽车是好的，就是说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少过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所以在欧洲来讲，它就鼓励你用多一些柴油车，因为可能他们的环境宽敞，它就不觉得那些污染物对于它来讲的影响那么大。我们的政策就有一点不同，政府真的不太鼓励这些柴油车了。梁教授说，欧盟柴油车已经发展到欧五、欧六的排放标准，跟汽油车或者石油汽车分别不大。一般私家车来讲，它的维修保养都做得比起营业车做得好很多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那个监控得好，其实就是说私家车转做这些柴油车，其实就是说那个影响不是那么大。在专家眼中，柴油车排放的废气近年已经大大改善，而且在节省能源方面更加好过汽油车。但是政府为什么一直没有考虑放宽对柴油私家车的限制呢？一方面就是在税收那里，即是说燃油税没了，它就少了很大部分的税收。第二样就是柴油车来讲，
如果老化咗咧，佢排放嗰個污染物咧係比起汽油車係多好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如果佢係即係話容許多啲嘅柴油車咧，佢喺嗰個監控嗰度咧就會更加要做多啲。我哋即係並不是話我哋係排除或者抗拒柴油車，我哋要求嘅就係話喺氮氧化物同埋粒子，佢哋即係俾公眾喺健康上面一啲即係威脅啊咁樣。咁喺呢方面咧，佢要好似汽油車做得咁好。咁但係因為香港其實我哋面對一個即係較為難嘅去處理我哋路邊空氣污染問題，因為香港即係我哋可能街道兩旁都有啲建築物，咁其實呢個咧係即係唔係好好對於嗰個污染物嘅排放，即係嗰個擴散啊各方面嘅。政府喺2000年引進超低硫柴油成為法定燃料，2001年開始又相繼引入石油氣的士同埋小巴取代過往嘅柴油車。佢個輕微踩油咧，佢都過300啦，已經。即係呢個應該係300嘅啫嘛。俾一個新嘅的士啦，同埋一個保養得好嘅的士。呢個的士係嗰個一氧化碳同埋碳氫化物嘅排放咧，係高咗大約5倍至700倍嘅。兩樣嘢夾埋咧，我哋咧推斷到咧，佢呢個的士嗰個三元催化器咧，其實咧都係已經嗰個失效咗噶啦。用石油汽車取代部分柴油營業車。藉此減輕路邊的空氣污染，原意是好，但是由於缺乏適當維修，又沒有嚴謹監控，專家說這些石油汽車的排放甚至比柴油車更污染。在當時推出的時候，因為我們路邊那裡很多黑煙的柴油車，所以政府引入了那個石油氣的士，我們看到很有效地解決到那個黑煙的情況。但是因為那個催化器的問題呢，就引出另一啲睇唔到個空氣污染物嗰個情況啦，就例如嗰個氮氧化物係好高啦。其實呢個就催化器，即係喺嗰個引擎頂排氣一排出嚟就先到呢度，咁然之後將啲污染物再燒咗佢。再燒咗佢之後咧，咁啲空氣出嚟就會乾淨好多噶啦。呢度個表表層咧就係啲貴格金屬嚟噶。咁如果到咗大約10万至20万公里之後，呢啲貴嘅金屬咧，佢就可能即係有損毀嘅時候咧，即係冇一個催化作用噶啦。即係據廠方嘅指示，應該10至20万公里就換噶啦。我哋過去嗰10年咧，就好少有人換嘅，因為你唔換佢架車繼續行得噶嘛。咁個廢氣多咗，我哋亦都唔知嘅。黄永忠承认，业界就算知道一架的士的催化器平均用了1年多就要更换，但是因为价钱贵，换一次要成7000元，法例又没有规定几耐要换一次，所以大部分司机都不会换。有啲车房仔佢你唔肯换佢换，即系转几个窿内咯。我先头见到有啲转几个窿内，咪就通咗咯。啲废气唔关佢事，而家架车做呢个正常啫嘛。即系普通司即系车主或者车房咧就。佢就睇唔到廢氣噶嘛，佢只係睇到你架車冇力塞住咗，同你洗又洗唔到，洗唔到點啊？轉幾個窿內咯。環保署強調，呢部功率機可以正確測試石油氣的士嘅排放污染物有冇過量。不過運輸署每年嘅的士例行年檢就一直冇使用，而喺檢測嘅時候，只係用怠速檢測，即係揸著部車嘅引擎測試。得出嚟嘅结果，连环保署都承认，即使合格，都唔等于冇排放过量污染物。其实喺呢个而家的士车队入边咧，我哋睇到有80%嘅石油气的士咧，其实已经系有废排放过量废嘅问题。而小巴亦都有，石油气小巴亦都有咧，45%出现呢个问题。而家咧，佢哋系有做一个测试嘅，咁就系一个怠速嘅测试。咁但係對於氮氧化物嚟講咧，怠速測試咧就係即係效果唔理想嘅，因為架車唔係一個即係喐緊嘅，即係唔係一個即係負載嘅狀況底下去做啦。咁所以用跑步機測試啦。咁但係要跑步機嘅時候，即係涉及揾地方啊、安裝跑步機啊各方面嘅嘢，咁呢個就係需要時間啦。汽車排放嘅氮氧化物會令到路邊空氣嘅二氧化氮上升。舊年環保署中環路邊監測站嘅二氧化氮。全年平均比標準高50%，比10年前
更上升三成。上月中，环保署推出咨询文件，要落实施政报告内提及要资助石油汽车更换催化器的措施，但是业界对这个措施有保留。换完之后，咁第一笔钱就政府俾啫，咁跟住落嚟，当我哋可能一两年要使一两万去即系优化自己嘅车嘅时候咧，咁我哋成本好明显就即系突如其来啦，多咗一万蚊一年咁嘅时候，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够成立个跨部门小组，能够运输署、环保局同环保署要共同坐埋一齐，同我哋业界商讨，当我哋搞环保项目嘅时候。咁究竟個費用係邊個負責資助呢？車輛嗰個維修保養咧，其實係車主嗰個責任嚟嘅，即係無論你嗰個成本係點樣，其實都應該做，呢個亦都係正常嗰個成本嘅一部分嚟。通常在市區走來走去，盡量我們就選用公共交通工具，那個地點公共交通工具去不到的話，需要駕駛一車，也都要保持一個環保一點的駕駛習慣，大腳油開車，大力去剎車，就不是說及早去到收油的，這種的駕法呢是相當是影響個油耗，會油耗多咗，污染多咗嘅。大概有七成半咧，就係歐盟二期以前嘅，歐盟二期、歐盟一期，或者有啲歐盟前期嘅巴士，仲喺我哋個街道上係行走嘅，不停。劉子峰所屬嘅環保組織，而家致力向車主推廣減少用車，選擇耗油量細嘅環保車。他說政府近年用車稅寬減鼓勵車主轉用環保車是好事，但是目前的做法就有待商榷。你說如果政府鼓勵大家普羅市民買一些2000cc 樓下或者 1500cc 這些屬於細引擎的排放量污染是低的呢，耗油量是低的呢，我都覺得相當合理的，但是去到一些3000多cc 的 even 是說甚至無 5000cc 的引擎的好大的引擎容積的耗油量屬於偏高的都資助呢，這個政府應該去檢討一下現在的制度。為了減輕路邊空氣污染，政府近年亦都積極推動揸電動車，免稅之餘還在全港不斷增加充電站，但是有车主以用家的角度考虑，说现在还未是时候转用电动车。电池很贵，这些东西未成熟，而且记住一件事，二手市场是没有市场的。即三年后那架四十几万的车，我给你十万元你都要考虑，为什么你要整十万元下去。马大立试过揸电动车，但是实际的情况令喜欢揸车的他没有信心。明明讲着110公里的结果呢，50公里都行唔到嘅，即係實質情形同事實係唔係一樣嘢嚟嘅。實驗室做嘅嘢，佢喺個滾筒嗰度做，冇封咗嘅，好慢又唔會塞車，係冇問題嘅。但係我哋事實就唔係咁樣，因為香港有斜路，香港要開冷氣。我哋最初發展電車時咧，好似我哋車開始嗰時係100公里啦。如果我哋要開冷氣的話咧，可能得翻70啊60，咁變咗喺市場上好難使用啦。其實一架車嘅冷氣咧，佔嗰個用嘅燃油量咧好犀利嘅。咁就算電好氣又好啦，都可以爭成三到四成嘅。咁好似一個例子啦，電動巴士咧有冇開冷氣咧，係行個距離咧由300公里變為200公里嘅。針對冷氣耗電的問題，理大的電動車研究中心開發太陽能冷氣系統，希望有助減輕電動車電池的負荷。但香港發展電動車有幾個很大問題，整體溫度比外溫度高了，所以零件的損耗啊，那個工作都是困難很多的，再加上冷氣用電量，所以每樣東西都在
呢個區域做得比較困難啲。而亞洲區嚟講，好多路咧都比較多啲彎啊，多啲斜路啊，急斜嘅，所以呢度做電動車嗰個製作啊試驗咧，都要擺多時間落去咁先得。電動車啊，或者其他嗰啲環保車種嗰度嚟講咧，係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嘅試驗啦，同埋你亦都要起一啲咁嘅相對嘅設施咧，咁需要一段即係話頗長嘅時間嘅。咁所以即係話喺短線嚟講咧。即係話一啲個潔淨嘅燃料咧，其實就係即係話比較可行啦，好快推出到啦。咁呢度咧，基本上就係我哋嗰個廢食油嗰個收集，即係話喺每日係喺食肆收完翻嚟一筆時候咧，就會擺咗嗰個位置咧，就集中咗喺嗰度啦。咁我哋係一個過濾區嘅。我哋將呢啲渣滓分離之後咧，經過一個轉脂反應啦，加啲化學品啦，咁啊經過一個精煉嘅即係生產程序之後咧，就會出咗我哋最終產品嘅新白柴油嘅。黎文浩間公司係香港第一間生產混合柴油嘅工場，5%嘅生化柴油溝95%嘅石化柴油，就可以生產出混合柴油，方便汽車使用。生化柴油是一个很简单的再生能源，可以即时应用。我们一个千瓦的能量去制造我们生化柴油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我们的生化柴油能够产生的能量是 4.5 倍，即是 4.5 千瓦，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再生能源的一个 model 来的。10升的细石油进去的话，有9升的生化柴油出来的，而有1升是甘油来的。那个9升的生化柴油我们经过一个最终的优化程序生产之后，就會最終變成一個最終嘅產品啦，就係咁樣樣噶啦。佢個黏度啦，就會比石化柴油係高少少嚇，咁同埋佢個燃燒能力咧，比石化柴油燒得更加之好。生化柴油喺外國已經用咗10多年，鄰近嘅泰國同台灣亦都強制油站要提供呢一種燃料。喺香港，政府亦都喺2007年開始研究。希望在2020年之後，10%的能源可以來自生化燃料。不過講了幾年，到出年才開始在幾個部門試用。其實很多公共交通設施咧，佢哋有佢自己的加油設備噶嘛，好似巴士公司啊、渡輪啊、鍋爐嘅使用者啊，其實佢哋可以很快咁就可以去用。舊車，譬如歐盟三型啦，佢其實依個時間可能仲可以行得噶嘛。咁譬如如果主要轉用生化柴油。佢對於一啲碳排放啦，一啲懸浮粒子嘅排放啦，一啲叫有害物質嘅排放咧，其實已經係有好大嘅即係減少個作用。我哋有個宗旨就係、是、我哋係本地回收、本地再做。因為其實 once 你去用一啲即係如果你採用一啲外國進口嘅燃料，或者係我哋將一啲廢石油、一啲廢物去出口去唔同嘅國家嘅時間咧，其實喺個程運輸裏邊已經產生係碳排放。有本地的大學咧，都做了一些測試的研究，發覺 B5 柴油咧已經可以減少黑煙嗰個情況，係減少60多%嘅馬力的提升咧，亦都有大概3% 嘅提升嘅。咁你馬力增加了，其實嗰個耗油量咧亦會係減少嘅。咁對嗰個街道上的車嘅尾氣嘅排污咧，亦都有一個改善。生化柴油唔单止可以减少废物处理，推动本土回收再造业发展，仲可以帮助减少使用石化燃料造成嘅空气污染。不过因为政府嘅支持唔够，而家只有个别公司采用呢一类另类燃料。2年前都开始，我哋啲升降台嚟讲咧，就开始用翻 B10 嘅生化柴油。當我試驗一段時間，發覺對於個車胎係完全冇影響嘅時候，咁喺呢一年之間咧，我開始逐步仲用喺車路上我哋維修車隊嘅車方面啦。如果喺機方面咧個變化咧，會睇到好大嘅變化。用咗生化柴油之後咧，你發覺個廢氣係即時會減少咗嘅。咁反而喺我哋嘅車隊方面咧，因為我哋車比較新淨啲，反而個分別喺廢氣方面分別就唔係太大。咁但喺個動力方面咧，就感覺上好似好咗啲。最終其實當然
係如果電動車能夠普及取代曬所有嘅要用燃料嘅車輛，呢個係最理想嘅。咁但係我哋相信嚟能夠所有車都俾電動車取代咧，仲有啲時間，仲有啲距離。咁喺而家咧，其實我哋本住一個宗旨就係話咧，即係最緊要就睇翻佢嗰個廢嘅排放。負責環保啊，負責交通運輸嘅官員咧，佢要積極啲去睇呢件事。政府就係冇把好一個清晰長遠嘅目標喺度嘅，冇好管理呢啲嘅污染車輛咧，其實係對唔住市民嘅公眾嘅健康。跟住落嚟係咪姐有請。